2019奔放艺术节，戏剧、咖啡、音乐。首先揭幕的是10月24到27由曼岛剧团演出的《仲夏夜之梦》，环境剧场将莎士比亚带入埃欧工业绿洲。400年前伦敦外围的露天剧场，400年后台南永康的野台记，11月9日埃欧咖啡游乐园闻乐而至，在咖啡飘香里带您一游竹亭下的排湾古调，马车里的马勒交响曲，仓库里的声音共创，夜空盒子里的贝多芬弦乐四重奏。11月29到12月1号，奔放乐集最新制作《克罗采》再度突破奔放尺度，与导演马龙、默剧大师姚尚德，听说声音工作室、有时空间研究室，以及德国灯光艺术设计，跨国制作，呈现托尔斯泰笔下冲撞社会价值观的作品。2019奔放艺术节在工业绿洲，来看看艺术的不断演进，看看空间的不断演进，以及思维上的不断演进。购票请洽两厅院，等您来。